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枕上书》番外特别版之帝君追妻囧记第一百一十六集。白珂看住凤九的轿辇从眼前消失，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。可为什么王君半路就册封了妹妹贵妃，又启用了大将军一职？他怕是自己的计划出了问题，匆匆返回了白府。连宋看住身侧的轿辇笑，因为他和白珂说话时，帝君早就隐身进了轿辇。帝君坐在凤九的身边，心疼的看住他。 觉得凤九瘦了，握住一把匕首，眼里茫然悲伤，表情却冷峻坚毅。帝君怜惜的搂上凤九道：“小白，我来了。”凤九的轿辇在进入王宫大门的那一刻，心想我的人生自此后就不同了，有些怅然若失。王军的寝殿里，凤九闻到一种熟悉的香气，她掀开盖头的一角打量殿内，大殿布置的甚是淡雅，紫玉的香炉里青烟袅袅，红色的烛火摇曳。 身侧的床幔居然是他喜欢的粉紫色。凤九有一刻的怀疑，这是不是那个暴君的寝宫？这时，侍女红珠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凤九放下盖头，红珠退出了寝殿。凤九摸了下衣袖里的匕首，手心里有了汗。一会，熟悉的香气渐进，一双云龙纹的朱红色软缎鞋映入眼里。凤九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一个带住些鼻音的低沉声音柔柔的对她道：“夫人。” 夫人凤九还在反应这个称呼，红色的盖头被缓缓掀起，凤九抬头，一个红衣银发的青年深情的看住她，那银发似苍山之雪，俊美的脸颊像是画出来的，一双漆黑的眼睛深邃似海。两个人凝视了许久，凤九眨了下眼睛道：“可是王君。”青年点了下头，凤九心里道：暴力好色的人长得都这么英俊吗？那青年似乎听见了他心里的话，向前探身道。 夫人，我是不是长得很好看？凤九想到了惨死的白老将军，一个激灵起身道：“王君，我不能侍寝，我有病。”凤九一说，帝君以为凤九哪里不舒服，上前关心道：“小白哪里不舒服？”凤九一听小白，真觉得自己病了。帝君看了凤九一眼，知道自己肯定是吓到凤九了，才回到椅子上，沉声道：“贵妃若是不舒服，可以请太医。”凤九缓过神来道：“我有药。” 帝君看中凤九平日里撒谎摆手的样子，笑了，手里缓缓施出昏睡诀，很快凤九睡意袭来，缓缓的倒进了帝君的怀里。帝君把凤九抱到木榻上，化了结界，又照了佛灵花净化空气，才化作紫色的仙泽，缓缓的进入了凤九的元神。帝君在凤九的元神深处仔细查看，秒落遗留的那缕元神红气完全消失了，才缓缓的退了出来。凤九睡得很沉。 樱粉的双唇一语了句什么，伸手抱住了帝君。这一夜，帝君睡得特别煎熬。次日，凤九一个机灵翻身醒过来，发现殿内只有自己，低头检查了下自己穿的还是昨日的喜服。一个俏丽的小宫娥推门进来，看住她笑了笑道：“给贵妃请安，我叫青莲，王君去上早朝了。”凤九的脑子里又混乱了一下，心想：昏君还上早朝？凤九出了寝殿，明媚的阳光下，一阵花香袭来。 凤九看住这处宫殿里四下的摆设，一桌一椅，花草树木都似曾相识，感觉自己一直就住在这里。一棵丁香树下，一本烫金的佛经静静的放在石桌之上。凤九拿起佛经，《法华玄一卷八》，佛经里注意的一行行小字，浑厚洒脱。凤九心里想，怕是王君杀人多了，要读佛书超度自己。这时，不远处一片红艳盛开的繁花吸引了凤九，她走过去，蹲下身。 那红艳的花瓣居然和自己的戒指、额头的胎记是一样的。凤九伸出手上的琉璃戒，阳光下那一抹赤金绚丽夺目。凤九脑海里一片混乱，茫茫青云似有人向他伸出手。凤九一阵头疼，猛地起身撞到身后之人。凤九一手捂头道：“王君，帝君。”看出凤九的样子，很想把她抱在怀里，关切道：“贵妃可是头痛？”凤九淡淡的回道：“战场上受的伤，无碍。” 帝君，我请了一位得道的仙人来帮你治病，你很快会好的。凤九想到自己昨天说有病不能侍寝，心想这好色的王君也太出力了，自己怕是要有麻烦。帝君看住沉思的凤九道：“我还没吃饭，贵妃陪我吃个饭。早饭上来，凤九看也不过是几样清淡的小菜，可他在王城巡查时听说的都是王宫里的奢侈无度。凤九看向帝君道：“王君平日也吃的清淡吗？”帝君嗯了声。 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以后我按宫里规矩叫你夫人，你就叫我夫君吧。”凤九觉得自己在将军府醒来后，他的母亲跟他并不亲热，他也是每日按规矩去请安，就是他入宫为妃，老夫人也没有叮嘱过他什么，所以凤九对宫中如何称呼并不知道。称呼如何并不重要，他心念的不过是要拿到那一半的兵权。凤九道：“听王君的。”他看了下帝君，试探住说道：“我如今虽是贵妃。” 可也是辅国将军，是可以到朝上议政的。帝君给他一碗粥道：“你随时可以去。”凤九没想到这么顺利，接粥碗的手一顿，心想王军果然如同兄长说的一样狡猾。这时他感觉递给他粥碗的王军好像是在摸他的手，凤九猛地收手，粥洒了出来。帝君撇了下嘴，一边的青莲何仲林偷偷的笑。早饭后，凤九随王军上朝议政。扶云国的议政殿前跪了一排的官吏。 王军身边的众民告诉他，那些都是没按时辰参加朝会的。议政殿里，凤九没有看到兄长白科。凤九按照和兄长计划好的，向王军提出边关兵力混乱分散，需要由镇国将军统一调度，希望王军把收回的一半兵符交由镇国将军。他看住王军沉思了许久后道：“辅国将军说的也对，那就等镇国将军回来后把兵符移交给他。”王军此话一出。 有几个人立马出来反对，王军一句话也没说，冰冷地盯住他们，这些人便不再敢说话。朝会散后，凤九思考兵符一事，听兄长说，父亲去世大半年了，他都没能争回来，为何今日这么顺利？凤九看见一个兄长的属下，使个眼色，一边讲话。凤九听了兄长属下的话，才知道他入宫后，兄长就被调出王城押运粮草去边关了。凤九远目流云，暗自道。 果然是昏君，押运粮草的差事居然叫郑国将军去做，看来王军答应兵符一事就是敷衍他罢了。想到这里，凤九觉得还得找兄长从长计议。可他带进宫的红珠也被送出了宫，凤九一时间愁上心头，觉得这个王军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无能。九重天上朝霞出露，太晨宫里剑影纷飞，驻落花，滚滚和闪闪在练习剑术，一套剑法修习下来。 滚滚帮闪闪擦了汗，道：“妹妹的剑法又精进了。”闪闪笑道：“哥哥你都上仙了，我得追你。”一旁的小仙官看滚滚练完剑法，把宫里的一些待处理的事宜拿给滚滚。上朝前过来看望滚滚的夜华看了，对身边的白浅道：“你还不放心吗？滚滚现在虽个子还矮些，可他行事就如同帝君一样。”白浅道：“是，滚滚不仅长得像帝君，就是做事也一样。” 这时，闪闪看见了白浅，笑住跑过去，扑到白浅怀里，道：“姑婆是想我了吗？”白浅捏了下闪闪的脸，笑道：“我想八荒最美的小人了。”滚滚上前请过安后道：“我们今天回青丘去看妹妹和弟弟，姑婆就不用日日过来看望了。”白浅道：“也好，你们姥姥开心了。”白浅和夜华出宫后，对夜华道：“闪闪倒是寻了个好师傅。昨夜里我过来看他们。” 那灵魔就隐身在他们兄妹的殿外守住。夜华道：“帝君不再这样也好。”白浅陪夜华走了一段路，道：“那我就回宫了，你别太辛苦，早些回来。”夜华手揽上白浅的腰，道：“你想我，我就会早早回来的。”白浅看了眼过路的小仙娥，道：“你老这么爱说情话，我这老人家可怎么受啊？”夜华笑道：“慢慢受吧，我得说到天荒地老呢。”转身上朝去了。 滚滚和闪闪出了南天门后，并没有向青丘的方向走。闪闪看书上说，梵音谷里的始空山有护魂草，和哥哥商量取了给凤九用。滚滚和闪闪没有惊动九歌女君，悄悄地入谷，到了始空山前。滚滚一看，这山比自己想的还要陡狭险恶，远远地看住阴森的山顶，黑雾缭绕。滚滚看了眼闪闪，道：“你跟住我。”又画出了铜铃，挂到闪闪身上。两个人一进山，就发现。 山里面阴冷潮湿，不见日光。护魂草又长在极阴冷的地方，一路上小一些的妖兽遇到仙气也就躲远了。快到山顶时，阵阵寒气袭来，空气中散发祝福师的味道。闪闪指了下前方石缝中的一株草药，道：“就是它。”话音才落，巨大的嗡鸣声响起，一群巨大的旋风俯冲下来。旋风的数量太多了。闪闪看了一眼护魂草，道：“哥哥，你去取好了。”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，我们下集再见。